薄暮时分，落日的余晖轻轻洒下，社区的小公园里络绎不绝的人群开始聚集，人手一袋，有志一同地赶赴一场重要的约会。少女的祈祷，熟悉的旋律又准时响起。每天此时，这是全台湾民众家中的头等大事。从手中送出的每一包垃圾，每一个保特瓶、玻璃罐、铁铝罐，甚至每一桶厨余，都将分别坐上黄色的垃圾车和白色的资源回收车，展开另一段化腐朽为神奇的旅程。时光倒回20年前，初尝富裕滋味的台湾，因着民众的贪婪、自私和无知，也在不知不觉中制造出惊人的垃圾。在国人还沉醉于台湾前烟脚木的同时，台湾的垃圾也悄悄地漫上了岛屿的河床、山谷，乃至每一块空地。1990年8月23号，那天一早，正言法师赶赴台中演讲，徒步行过闹区，前一晚的夜市虽已收摊，却留下满地垃圾。汽机车呼啸而过，扬起纷纷飞飞的塑胶袋和宝丽龙。正言法师看在眼里，更是痛在心里。那是台湾的环境黑暗期，垃圾问题不仅仅是台湾迫切的危机，更是台湾之耻。稍后在台中新民商工大礼堂演讲时，看着台下久久不歇的掌声，正言法师不禁有感而发。你会当鼓掌的这两只手，就会当做做什么？垃圾分类啦，对不对呢？好用消灭垃圾的推动。当年家住丰原的杨顺林，至今还清清楚楚记得，20年前的那个晚上，他就坐在礼堂的这个位置，听完上人一席话，他看着自己发红发烫的双手，当下决定就从自己的这一双手开始。那我是自己内心就想说，我自己可以来做一个开始。那我就先从我们丰原的社区来推动，虽然没有多少钱，但是就是大家集合来就是一股力量。用鼓掌的双手做环保，这位24岁的年轻女孩就这样实实在在地用双手打开了一个局面，也为台湾岌岌可危的垃圾风暴找到了一个改变的起点。那一夜过后，观念的种子悄悄在人群中萌芽，只有当垃圾不再是垃圾，台湾的垃圾问题才能找到真正的出路。环保是态度，更是行动，爱台湾就从每一双手开始。退潮后的脊背岛，海浪拍得很安静。背起竹篓，戴上宽帽，穿上胶鞋，欧素清缓步走下海棚。这么水大，按大家拢去背石头来呀！啊，这对吼，去背人的民生物资很重要啊。你若不来捡来，都无钱让我生活啊，所以一定爱来捡来呀。7年前，刚离婚的欧素清带着3个孩子和一颗破碎的心，从嘉义回到澎湖老家吉贝岛，看山、看海、看船的日子，失婚的伤痛不药而愈。而为着捍卫这个有着金黄色沙滩的美丽小岛，欧素清也成为慈济在离岛中的离岛的第一颗环保种子。哦，虽然讲观光客来吼，好像有生意人有钱人好谈哦。但过伊嘛是破阮的大地嘞，搞阮制造垃圾呢。垃圾问题嘛对阮几辈影响足大呀。你若无人，你整理遐个垃圾吼，看要安怎？
夏天蜂拥而至的观光客为小小的吉贝岛带来庞大商机，却也留下惊人的垃圾。骑着摩托车，欧素清挨家挨户去做资源回收。我们现在只是做这个正事，举手之劳，但是他不是，他是用心的，他是真的用心，而且得到他自己的快乐。正午，顶着炽烈的太阳，欧素清和志工们利用小吃店旁借来的空地，埋手挥汗进行垃圾分类。十个人两辆车，来来回回又花了六个小时，才把所有打理好的回收物接驳上船。在这里做资源回收，不但要坐车，还要搭船，上上下下几番辗转，才能送到马公回收站。伊问我啦，伊问我讲，看我知要知有钱诶无？我就问伊讲，啊，你去有钱无？伊讲无，我讲无，我嘛对你服务啊，你好，你去我有哪对你服务来知啊？你无即款你收哦，哦，有够钱。满满两艘交通船，这回载的不是观光客，而是回收物。欧素清很感恩这些义务帮忙的朋友，他知道在这条环保路上，他并不寂寞。银子是8675只啊，啊，但是还有280公斤还没计算出来了。潮汐亘古拍击，诉说着人与土地相互依恋的深情故事。一个偏远的小小岛屿，因着一个人、一份心和许许多多串起来的缘，而成为岛上最美的风景。喂，秀姨，那你现在过来吧。嗯，好，拜拜。提着一大袋回收空瓶，曲素敏早早下楼，在家门口守候。这天是两个好朋友相约做环保的日子，一个是嫁来台湾的韩国华侨，一个是道地的高雄在地人。因着住在同一个社区，孩子又上同一个安亲班而结缘，自此两人经常结伴同行。顶着南台湾的艳阳，两个人一前一后行过大街，穿过小巷，再越过三个斑马线，短短20分钟的路程，费极辛苦，这一切只为了要做环保。今天是秀一坐电动车，我在后面把到电动车走路过来的，因为把他的电动车有时要快跑啊，过马路时候也要赶快跑啊。自小罹患小儿麻痹的吴秀玉和26岁那年双目失明的曲素敏，过去5年来只要得空就结伴到慈济做环保志工。对他们而言，身体上的残缺从来就不是问题。我眼睛看不到嘛，秀玉可以说当我的眼睛，他帮我看东西啊。那秀玉就脚不方便呐、啊，我的手可以当秀玉的拐杖啊。我们两个和姐妹一样互相扶持啊，那这样做得蛮开心的。一路走来，两个人是相互扶持的好姐妹，也是合作无间的好搭档。有这个搭子话，我就不晓得他这个是什么样，我就问秀玉这是什么啊？是筷子。杯子哈，这样问一下子。那么多就是福，没错就是尽我们的能力啦，也没有什么困难的。对。尽管看不见。做环保，许素敏却不容许自己有一点马虎。只见他先铺下一条绳子，再仔仔细细地把一张张报纸对齐折好，最后熟练地打上一个结，一摞报纸就整理好了。而废弃的录影带则先旋下螺丝，之后顺着抽出影带，取下塑胶盒，再分别放到不同的回收篮里，一点儿都不会搞错。整理报纸、拆解录影带都难不倒他。有一双巧手的曲素敏，最厉害的本事是能够把酒瓶依照不同的颜色来分类。这个是啤酒茶色的，啤酒。这是绿色的青岛啤酒。
个绿色的龙泉啤酒，红曲葡萄酒，绿色的，我是查这个啤酒好酒。不懂高科技，也不讲大道理，曲素敏和吴秀玉用心，更用欢喜来做环保。他们用行动证明，化无用为有用，往往只在转念之间。脱下西装，支走司机，也暂时卸下金控公司常务董事和两家企业大老板的头衔。许清玲穿上球鞋，换上轻便的夹克，坐上驾驶座，发动一辆老爷载卡多。这会儿他的身份是慈济的环保志工。在众多响亮的头衔当中，这是许清玲最喜欢也最引以为傲的一个。如果咱今晚要去对环保点的环保站被分类，永和乐华市场的骑楼底下，人群已经开始聚集，大家各就各位，埋头分类。许清玲也忙着卸货，尽管已经七十好几了，体力却不输一般年轻人。堂堂董事长动手捡垃圾，志工们早已见怪不怪。然而最初，许清玲心里也曾有过一番挣扎。我怕一捡了以后，我的股票会跌停吧。后来的想法180度，最好他们知道我，像我都在做，不过他们那年轻的要跟着做才对，这个地球才有救。一念之差了，一念心，那只要一转，就好了。再玩一车，许清玲又赶着去另外两个回收点。尽管每天公司股票涨跌，动辄以亿计算，这会儿点点滴滴做起资源回收，许清玲反倒觉得很踏实。这是一叠一叠一叠慢慢来，积少成多的，所以这个不能说用那个一下要赚几十亿用那种方法再算，这个不行的。心短也在，也沉住的气。老板的话比较会啊，你算来算去的，他怎么这样做？这样做不够了，不够成本，而且不够成本，对不对？不，这个不是要把成本快递什么什么都搏在一边，这个就是修心养性那修心也多顶了搞不懂。过去总是高高在上，现在却懂得处处感恩。过去总是夫人白美金一路紧紧相随，这回却是他甘于跟在后头。放下身段，摘下头衔，许清玲腰弯得比谁都低，就连他也惊讶于自己的改变。有很明显的改变，其实有了，好像以前，因为我做生意嘛。那外宾来什么来，一吃饭就是几十万了，可现在哪里？现在这5块钱，我就说有没有4块的，对不对？三大车的回收物，一个上午全数分类清理完毕，职工们先后离去，最后的善后工作还是落在许清玲身上。甚至有很多笑话，我在扫马路。他说：“啊，危险你这么老了，要扫了，去那个里长那个地方拿那个救济金啊。”十年如一日，许清玲要求自己每个月花30个小时做环保，这份决心和毅力从来不容许打折。自己一定要自己要。